苏三带到，有形无形，不有形，当场取刑。是。苏三听了，因为何事？用药酒将你丈夫害死，你要一时的将来。大人容将玉堂春长，玉堂春短，难道是你一人二命不成？看来定是调虎来人，难大心思啊。宝儿满意之时，你几岁几愿呐？失了，开得坏了，但不知出事以来，你结交的是哪一国呀？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专业性看曲剧的微信公众平台。首先我们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的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再点击底部的公众号，然后输入曲剧七八，曲剧七八，记得是拼音曲剧七八，然后点击搜索，然后点击曲剧名段精选，然后再点击底部的关注。关注完之后，底部有一个菜单曲剧精选，然后点击进去，这里边都是曲剧的名家名段，赶紧进来观看吧。